是这样子吗？他拿的这把斯巴达魔剑，最终进化。哦，这个是我小时候。为什么突然觉得像蜜雅？你是恶灵古堡七的蜜雅吗？我觉得你比蜜雅还要美。维吉尔这时候不见了吗？回忆录，我想到崔西，我还跟朋友说，你敢跟长，跟自己母亲的人乱搞。醒来了。For a second there, I thought you were gonna shish kebab me. I know how stubborn you can be. I thought it might be the only way to wake you. What day is it? The 15th of June. A month? 睡了一个月。No wonder I'm so stiff. Right, sunshine. Now put a fire under me. 一个月没洗澡，很臭。Hey, this is my gig. Leave Nero out of this. 笨鸟儿。If you could defeat Urizen, then I never would have dreamed of using that child. Urizen. Is much stronger than we ever could have imagined.又回到一个月前。回到为什么我们的雷帝会变成怪物？迷人的恶魔。Smells like hot garbage.就一个月前，我们接到委托来这个地方嘛，对不对 ？There's no crime in turning tail, V. These things might be a little. 然后我们的崔西，后来也不见了。I'll leave the rest to you. What? My eye, V. All the way down here and turning tail, really? One must always have an insurance policy. 怪里怪气的人。Who was that guy? Can't believe he just ran. No one special. Come on.Let's go clean up this garbage. 就被打爆。First come, first serve on the targets, right? Music to my ears. Hurry up, Dante. Guess I get to see it with my own eyes. If it really is you. 哎呀，可以开始玩但丁嘞！使用各种武器，打一场流畅又具别风格的战斗，好爽哦！第十章节可以玩但丁，为什么我觉得但丁，你可以不要这样吗？我突然不太想用你的异色风格了，但是你手上拿的那把武器我还蛮喜欢的。怎么办？有点难抉择，是要武器帅呢，还是整体风格帅呢？你不觉得这个但丁看起来像什么吗？《辟邪狂杀2》里面的男主角，你在客串的是不是？你别以为你在那边客串，我不知道哦。算了，还是原始风格好了。我觉得还是原始风格好了，干算了，比较有 feel 啊。欸，完全不一样欸，他这边的配装方式好特别哦。哦，可以魔人化嘛？魔人化40000，目前只能这样子，武器装备没得选。买一个，随便。好，刚好买完了。
现在还不能看技能，好吧，就只能这样。一半以上的老玩家不承认那一款，我真的觉得原版比较帅、欸。DNC 的装扮，我觉得比较像那个我刚刚所说的《碧血狂杀》男主角。切换武器，切换近距离武器，你可以制定画面中就来吧，拜拜。好，这样子。哎、欸、啊，我那个手是什么意思啊？鬼之龙手、啊。哦，维基尔的那个套装哎、欸、！Oh my gosh！ 哇吼！妈，太帅了吧！切换风格，片图一个加快移动速度的风格，让你在动作中更灵活。枪神风格，剑圣风格，然后这皇家护卫一个防御型的，用强大的反击力扭转局势，防御会消耗 DT。我们先来一个片图好了。打不到啊，哥哥！怪太少不能。对啊，怪太少了，不能好好发挥。等下我已经忘记风格怎么看了。剑圣是右边哦，我们来看，等一下看一下剑圣好了。奇怪，没有空中砍的招式吗？我还没学新招式啊，这个应该之后再说。我现在连加速冲刺都没有了。DT 达到三级的时候，按下 LB 可以变成斯巴达。刚刚有一招怎么用的？用不出来了。
枪。不是很好操控，风格变化太多。我觉得应该又跟之前一样啦，像尼禄那样子哦、喔，学到了一些相关技能之后就会流畅多了。因为我记得但丁有一招往前冲的刺激那一招啊，那一招目前没用，没有学到，其实不太好连。我们试试看，应该有那一招，那一招一定要先学。加速冲刺是一定要的，干没有钱啊！早知道刚刚前面那一局的时候不要乱花钱的，哈哈哈哈，没钱呀、啊！呵，西赫，好了，没得玩了。没钱呀、啊，不是这个、啊。剑的啊，对啊，这一招啊，哎呀，我已经没有钱了，水哦，我怎么知道啊？我怎么知道这一局会玩但丁？我后来就把钱留下来了，算了。哎呦！魔戒的荣耀，他到底哪时候才冲过来？我感觉这是更大只，不够流畅。用拳套更好接，嗯，现在用剑的感觉还好，少了一招。中二的起源，三角形打底下加圈。哇，居然是你们！
根本就乱按一通。这又是哪里啊？关起来了，然后呢？只是来这边拿东西而已啊。又回头，人类有更酷炫的武器，我记得有摩托车啊，我看影片有摩托车啊。要怎么换我的那个啊？我只用腿耶。喂，按下加三角形是腿，按前加三角形，他没有教我怎么做切换啊，技能清单。拳头。后退加。飞踢模式后退加三角形。地面时按。嘿。三连踢。退后加三角形，重击模式，往前推进加 Y， 怎么都是 T 级啊？我要的全套都没去啊！哦，只是一个往后按就切换啦，我大概懂了。什么东西？二 team 在你面前一点点等你，什么叫二 team？我没有要二 team 啊，
进来了。拳击模式感觉比较爽，对啊，一秒四拳。快进去，我把它关了，就拿不到东西了。好，捡完了。如果我站在那边给他压下去，我会直接立即被秒杀，唰，然后就死了。欸，我看到了，那边有一个蓝色的。这里啊，吃不到了，我干你老师。说好的二段跳呢，大哥？哎，龙头安安你好。那个应该配个风格，片图的风格，应该就可以比较容易吃得到了。好吧，没有吃都算了。忘记有没血了啊。又来了。反正小干，
铁剑旋风剑，铁剑旋风斩。是怎样？打王？哎呦！怎么回事？不怕火，不怕子弹的。不怕子弹的这只，用砍的、啊，都要爆了。一秒六十拳啊！什么声音？哎呦，先进来再说。关了什么就没了。哦 ？Yep, bet I'll find something here.原来这里有个隐藏密道，还有什么可以捡？基本上这一次的系列，我还在研究怎么接技最合适。那个这次躲过技能，还有 Kobe 越高哦 ，combo 啦 ，combo 越高哦，拿的越多，还不能断这样子啊。啊，上面。瞄准他们的弱点，再用一颗子弹解决他们。完了，这个感觉有点难。这个太难了吧？瞄准弱点，一发解决。完了，这个要体悟心灵祥和了。等一下，这个要怎么一发解决啦？这个要怎么瞄准弱点一发解决？瞬杀，他的弱点在哪？我也看不出来啊。瞬间冲过来那一瞬间。不是啊，啊头，我在瞄他的头，啊他的瞄准是自动的，我怎么瞄他弱点？前面先打他一下头，再跳书柜，我只能发一发枪欸，我只能开一枪欸，重点。
我只能开一枪啊！你说先打他的头，不行，他就是只能要你一颗解决掉他。谁会知道一颗解决掉的方法啊？Hello， 挡住了。要击中他。三小啊，跳在书柜上面。好，试试看。所以说他只要格挡掉其实不算次数嘛。我试试看。晒啦。瞬杀是我被瞬杀，不是他被瞬杀。他这个瞬杀的触发条件到底是什么？也没个依据啊。我这直接放掉。完蛋了。等他冲刺再开枪，你是说来一个硬 A 是不是？来不及，先被吃一波。哪里？他冲进去不出来，我玩屁哦！哇 ，bug。可能要学别的招式，好吧，再一次失败我就要赶进度了。干不完。我要去冲主线了，妈的，烂游戏！在他攻击的时候开枪，我不玩了，我要被炸啊！之后有空再来解分。那条路怎么走？这里是不是？之后再说。And back here again.This place is confusing. Ah, 就不知道怎么过啊。重点是完全不知道要怎么一击必杀、啊。如果你知道怎么一击必杀的话，还有办法嘛，对不对？但重点是我们连。知道一击必杀的方式的条件都不晓得，哎，这个是要教我们怎么打，会耗很大量的时间，觉得不太好。但没有断跳，这很靠北。自己不学的，不是啊，我不可能花一大堆时间在这上面吧，对不对？不是我不学啊，你要看我一两个小时都在钻研这个东西，还是你要看我破关？你要学哪一个？对不对？不是我不学啊，我还是要赶快把进度冲一冲啊。
这种东西等我关台之后再慢慢研究嘛。靠，我要一直掉下去，没有二段跳。有上来了。你不是说那个？Getting close. I can feel them. 哦，你说二段跳、哦？没有啊，没有钱啊。而且我不知道二段跳，我不知道二段跳那个啊。应该是说那时候我要学的时候二段跳钱不够啊，就把它全部花光了、啊，全部花光光了，你知道吗？好多。超级会打一个。刚刚那个放弃了，对啊，太鸟摸了，整个弃权。如果说我知道那个步骤跟方法的话啦，非常确信。好，如果我非常的确信，一定是用那种方法就可以击必杀，那我就会想要办法尝试到成功。但是我现在连一个头绪都没有，所以说。就觉得不太好，终于二段跳了。好，再来就这一招，这招也是很重要的。好了 ，SS 连段太难了。我 SS 我只有弄过2S 啊 ，SS 3S 的话，我只有那个谁用过啊。只有那个 V 先生用过而已啊 ，V 怪客，感觉要再打一次了，到底是要打几次啊？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呢，只是不同人而已。这家伙强到连续打好几次这样子，其实严格来讲打第二次而已啦。刚开始序章的时候一次，然后尼禄报仇的时候一次，一个月前回顾又一次。这是一个打不赢魔王，然后一直不断砍掉重练再重打的故事。摩托车最好连段。开考。打一打就没了，才打一下子而已。噗！哇！飞掉了。哦，就这时候我才来嘛，接到这边来了，结束。尚未结束，标库车神你会看到，行。6月15号。Our last hope, Nero, was completely useless. 回到我们打输的时候。Get near out of here! This is a bad move! Nero, go! You're just dead weight! That bastard called me dead weight! I didn't come all this way for nothing! 哦，这时候就去吃麦当劳这样子。This is power. 完了，触手 play。哦，瞬间，斯巴达之力。哇！太夸张了吧！有这把魔剑还打不赢，已经没用了这样。哦，所以说那时候雷帝跟崔西都变成傀儡了，都变傀儡了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没找到崔西嘛。Enough's enough. Can't let a boy do a man's job. Hey, wait. I'm not done talking yet. Okay, you get some rest. By the way, I guess I owe you one. 我要怎么了？他开始要变成一层，变成杀的吗？
哦，我们拿到这把武器了。